真的挂49面，就是这个长度，它叫49肘，就是这个手肘的长度。这个都做好手肘的长度，挂49面，就可以消除它，放49只物命，点49盏灯，这样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念这个不动火心咒，麻烦各位挥一挥，好不好啊？不是挥在这边，你要观想这个光进入了地狱恶鬼道，进入了非洲，好不好啊？进入香港，进入任何有战争冲突的地方，堕胎被屠杀、自杀，很多人自杀的地方然后我们念这个咒啊，各位棋子要挥一挥，好不好？地球在这边，无尾熊也在前面消灾排位，然后念这个咒。那我希望各位这个咒，各位经常念，把它背下来。现在你们先不用念，各位负责挥就好了，好不好？把你的悲心借给不动佛，好不好？阿弥陀佛讲得很简单，请你把你的心给我，我就让你的生命成佛。你把心只交给男人，那太痛苦了，太委屈了。现在妈妈都把心交给儿女，哎呀，你太痛苦了。所以各位要把心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记住，你的儿子不听你讲话，你的太太先生不听你讲话，不要你跟他讲话。你把心交给阿弥陀佛，请阿弥陀佛就跟他说就好了，就跟他回向就好了，好不好？不然你会气得半死。这修行要懂得用佛法，不要用自己凡夫的心。所以大家来挥旗子，你要观想你是自由女神站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帮助众生来。那么在那在呀呀，嗡、哦、看看你，看看你，落扎你，落扎你，坐上你，坐上你。萨萨尼，萨萨尼，扎迪汉那，扎迪汉那，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南卓梭哈，那摩那那扎呀呀，嗡、哦、干干尼，干干尼，洛扎尼，洛扎尼，坐上尼，坐上尼，萨萨尼，萨萨尼，扎迪汉那，扎迪汉那，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南卓梭哈。那么在那在呀呀，嗡、哦、干干你，干干你，洛扎尼，洛扎尼，坐上尼，坐上尼，扎上尼，扎上尼，扎迪汉那，扎迪汉那，萨瓦噶玛巴朗巴朗那美，萨瓦萨多念着梭哈。再来，各位不用念，你负责代表悲心。然后想到，特别要想到你往生的父母啊、祖先啊、七世父母、堕胎胎儿，乃至你的朋友家里有人生病，他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现场的牌位消灾拔度，整个澳大利亚、整个中国、整个地球世界，你要观想这些咒语都是佛的加持，然后你挥旗子，那你代表诸佛菩萨净化整个世界，好不好啊？念一下，成熟有情。庄严国土，我们修行就是要让整个世界国土都变成净土，整个有情都离苦得乐，成熟有情，所以要升起这样心。我来念，然后我们今天法会大圆满的澳洲弘法之旅，大家共同参与了。今天最后一站，还要送给各位一个佛像，好不好啊？前面都没有，因为怕送完了等不到你们。给我留到最后一站，还有这本书，他们前面都要。对不起，我说没有，因为就带这几本，所以最后你们拿到了，我下回还是送多一点，好不好？拍手的人，麻烦你们每天至少念一遍《甘露施食》嘛，请你慈悲，好不好啊？好啊，好，你没念就睡不着，你念慢一点没关系。慢慢念，但是慈悲一下，好不好啊？反正黄金海岸就没什么事干的，来到这边还干什么事呢？就是要修行度假好，那我念很多咒，麻烦各位观想他们活着的人、往生者、六道众生，整个澳洲都得到，好不好？我们那一天这样念，外面就出彩虹了，哇，很庄严的彩虹啊，超度鲸鱼嘛，来。
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波毗修达尼悉地毗悉地萨瓦伽玛毗悉地梭哈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耶维修达呼噜噜下的梭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杰多耶多利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嗡阿摩伽毗卢遮那玛哈穆德拉摩尼贝玛吉瓦拉布拉瓦多耶吽，我们也为所有动物道被杀的牛啊、羊啊、猪啊、狗啊、猫啊、鸡鸭、啊、海鲜，为他们得到超度。来，阿比加朗嘎，阿比加朗嘎，阿比加朗嘎，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妈妈古林萨美达，妈妈古林萨美达，妈妈古林萨美达，吽，我是波罗摩尼。萨婆诃，唵嘛呢叭咪吽，唵阿比拉吽，噶扎拉曼，噶扎拉曼，梭哈，唵阿吽布利吉达玛哈苏噶迦那达多啊，唵噜噜噜噜吽就吽，唵阿比拉吽噶扎拉曼梭哈，唵普隆梭哈，唵阿弥达阿尤达帝梭哈，唵嘛呢叭咪吽，唵帕玛乌兹尼夏毗玛呢吽呗，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再来，各位可以把棋子收起来，学一下，不要弄坏了这个宝贝啊。那个蓝色的棋子是要放生棋，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市场，就算你没有放生，把那些海鲜水族市场的肉挥一挥，好不好啊？放生棋。那这个黄色的是烟供起，就是施食的时候，水啊、米啊，或者你点香的时候超度他们，好不好？一个针对动物道，一个针对鬼道、地狱道，那我们都帮忙就好了。然后再卷一下，卷一下啊！我要先穿回去，然后才卷啊！第十九页。七佛如来，啊，这七尊佛念了，他们会脱离三恶道。尤其第一尊，大家一定要念，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多宝如来，永离贫穷，永离充满财富，充满财富，重不重要？要多念啊！你一直念在你店里没有用，要念到别人店里才有用。因为助别人发财，你才会发财啊！不要自私，非常简单的道理。今天你要怀孕，那你就要看到人家怀孕，你就要祝福她母子平安。而且你希望怀孕，那你要想，我希望生一个菩萨的儿子来利益众生，那小孩子就会投胎来。啊，我只想生一个眼睛比我还漂亮哦。然后呢，然后我很爱的，那自私他不见得会来，来了也是来讨债的，你会气死。啊。生小孩要生要来利益众生来报恩的，你的心态决定一切。譬如说各位想要赶快拿到澳洲的护照，你要想什么？你要说我要为澳洲做大超度，帮助澳洲，护照就 OK 了。自私你就拿不到护照，了解吗？如果你想说我要为澳洲来帮助这些游民啊，帮助澳洲的进化，你要有奉献的精神，护法神你的心态就招感一个 pass， 让你过得很快的。请永远记住，心态决定一切。自私是痛苦的开始，利益众生、慈悲才是快乐的因。你永远把生命的态度转变一下，好不好啊？这叫修行。修行是一种改变，而不是一种自私。今天你要跟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我要照顾他，哪怕他剩下一条腿，我都要照顾他。我要爱他。他外面再爱别人，我也一起爱。我一直强调这个啊，爱不是一种自私。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方就会很爱你，因为他绝对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如果你只是一种占有对方、控制对方，哎呦，我怎么嫁给监狱的人呢？啊，那他当然就想要出家了。那出家也好，啊，因为他觉得不自由啊。所以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各位抓住这个，法无高下，不是显宗、密宗、南传佛教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法门比较高，而是你的动机决定一切。一个，
为别人，为帮助对方。你帮助对方，你会不会得到帮助？这是最聪明的自私，帮助对方才是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你们这一条街五家店，希望他们五家都发财，你不发财也奇怪，对不对？你这个房子，希望他们房子都涨价，你不涨也很奇怪。这佛教的思想是要叫你不要自私，奉献给众生。出家是为这个出离自私的家，你才可以进入大家，帮助众生，好不好？要不要出家？现在缺货啊，缺得要命啊！啊，所以各位啊，多生两个吧，为了佛教，好不好啊？你本来已经怀孕两个，不想生了，拜托再生一个。但是啊，这个一定很漂亮啊！如果你发愿要为他奉献给他，特别美，特别漂亮，特别聪明，你要放得下。你不要说这个我要，前面那个笨的给你。佛教会这样倒掉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发愿哦，因为凡是你为众生想，你会得到最好的。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就好了，不要自私。所以生命不是离婚，是用另外一个态度去爱对方，你就找到真爱，而不是去放弃对方。对方越不圆满，越需要你用圆满的爱去关心对方。原来对方的不圆满让你找到你的圆满，那好不好啊？真好啊！所以明天早上你家外面有一个流浪老人躺在那边，哈，捡到宝了，抬进来照顾他，你才会发觉那个是你失散好几辈子的爸爸。你自动照顾多他以后，哇，命运好，开智慧，发财，这样了解吗？所以台湾人说猫来赚大钱，狗来盖房子，意思是说你去照顾这些流浪动物，你就会发财，你就会很好。所以各位家里有老鼠不要杀啊！这边好像没老鼠吧？我看到很多就蜥蜴而已啊，给它吃东西好不好啊？如果你家鸟不来，你家可能不好了。所以人家说燕子会住在你家做屋檐，这家是发财善人之家。所以你经常布施给鸟吃啊，布施给孤魂野鬼啊，这些孤魂野鬼护持你，他们升天了嘛，护持你。所以大家多以这样心为他们念佛，所以来一起念，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二遍，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三遍，来，大家请起立。代表为往生者念，来，再念一次。他们准备的很丰富，希望他们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弘法的功德。各位未来发愿，经常慈悲甘露施舍念佛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来，过去已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未来将做，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排位有情，供养排位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堕胎胎儿，堕胎胎儿，个人身上，个人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业力债主，业力债主，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无形众生，无形众生，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来，请坐，发结缘品。今天有九条，希望大家给别人带，好不好啊？你自己带一条，还有一个贴纸，各位可以贴在你手机上，好吧？今天发的是准提菩萨满愿的准提佛母，很多人问我贴在哪里，你就压在苹果上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更有功德。然后有一条线，这条线叫3700个出家人念过的、打过结的，
然后等一下发给你佛像，你给它穿过去，好不好？戴在身上啊，然后后面那个结你要打好一点。那外面还有几本书，各位可以拿回去看啊，都很浅。我本来今天要讲解，但是 OK， 希望大家看完好不好？哎，反正我常讲，这边有时间，慈悲心啊，乃是慈悲的眼睛等等。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在这边应该组一个共修会，好不好？大家念心经啊，念地藏经啊，互相回向啊，这样啊，是因为彼此鼓励，这样比较快乐。还有，等一下要拿，记得拿水回家，好不好？拿一瓶水。现在还有一个功德要做，我们要把这几天的功德啊，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你也要，意思说有一瓶水，各位要全部把它倒干净。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功德，融入在水里面，倒出去，百千万世的父母祖先都可以得得到。因为这个水会流到最深最远，融入河水，融入大海，变成空气，他们就得到了。包括那些孤魂野鬼，都完全得得到。所以，来，大家把你那瓶水拿出来一下，就放在手上就好了。你们不能倒在这边。等一下回去倒在外面好不好啊？或者你家门口，来跟我念：强缘极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低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愿个人累劫累世，父母祖先，往生眷属，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愿所有男女孤魂，众生有情，同享功德，升天生净土。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好，如果在佛堂就要像这样，全部倒完，全部倒完以后，然后再把这一杯水泼到外面，好不好？所以各位那瓶水，然后你就出去外面把它倒光光了。那如果还有多一瓶，还有多一瓶吗？如果，对对对，如果多一瓶，给人家喝，好不好？那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倒一瓶水，你会发觉最近财源广进呐、啊，因为你慈悲嘛。然后你愿意念念大悲咒啊，或什么咒，这样最好，好了吗？今天晚上吃素好不好？你们这边有什么素食好吃的餐厅吗？我们怎么都没找到呢？哦，好吃的介绍我们呢？观音斋只有一家，我跑遍那么多地方，就是澳洲不太流行素食，没有几天。好，如果你等一下走，记得拿一半花，好不好？外面也有水啊，有花有水，所以够了。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水，好不好？不施水，因为这个课诵本你拿到了，希望你可以多用多念。然后谢谢我们两位联络人，举手，还有一位啊，那边，各位多加入好不好啊？我们将来会在澳洲成立一个慈悲协会。他慈悲协会不是盖道场，就是大家来慈悲就好了，好不好啊？去布施米啊，布施水啊，互相消灾啊，互相拔度啊。然后我们在美国、加拿大都有成立，他们就是送便当给穷人啊，送衣服给他们啊，然后能够放生的地方就会去放生，救一些。那最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共修念经，然后不排斥哪一个法门，也不标榜哪一个法门，因为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你会念玫瑰经最好，你会念圣经啊，反正你的意念就是希望他们去极乐世界就好了，啊，然后大家没有分别的去做，这样最好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药师苏碧明。疫情期间提供三个购买医疗垂涎的小撇步，请大家做回来注意。第一，选择合法的通路，请透过实名制通路，或者是药商许可执照的医材行甲药局这些通路来购买。第二，检查包装的方式，除了实名制垂涎是线装的以外，其他医疗垂涎拢必须爱有完整的包装。第三，确认包装的标识。购买时阵，爱认明包装顶面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另外，为9月20日开始，国产的病名式医疗垂涎都拢有相降印。若是9月23日进前生产的，也够一挂厂商的货底是无相降印的，嘛请大家安心使用。最后提醒大家，请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守护你我的健康。有一个鬼带着84000个鬼，因为他们嘴巴口渴，会吐火，叫咽口鬼。然后这个鬼王啊，他终于看到佛陀跟阿难坐在树下，这个鬼王就走过去，跪在那边，天中天，大慈大悲大神通佛陀啊，我们这个鬼啊，百万年都没有水喝啊，佛陀你慈悲啊，用你的神通啊，变一些水给我们喝吧。因为我是鬼王，我这些小鬼太痛苦了。释迦牟尼佛就说：“阿难，你去拿一杯水过来。”阿难去拿一杯水放在佛前，鬼王就讲话：“佛陀啊，这一杯水只够你们一个人喝，我们84000个鬼啊，不够啊。”佛陀啊，佛陀说：“你们之所以会做鬼，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布施。”现在你们呢，全部把右手拿出来，观想前面这杯水供养佛陀跟佛陀的弟子出家人，你们就可以离开痛苦，试试看。这个鬼王一听有道理，就跪下来。他一跪下来，84000个鬼都跪下来，大家就把手伸出来，用这一杯水供养佛陀，供养旁边的出家人。有这个念头以后，84000个鬼马上升天。离开饥渴，马上升天。所以各位，一杯水供佛回向，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道，太重要了，太慈悲了，你一定要做。所以各位，以后在家里供水一定要供，标准在佛教是供8杯，一般我们华人供3杯，供8杯。为什么？因为佛陀的时代，你只要看到佛陀，看到国王，他们老百姓就会用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前面一盘水让佛陀洗脚，第二盘水让佛陀洗脸，再来供香供花供茶供水果，这样。所以我们叫八功德水，事实上是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然后你在佛前供8杯水，供完以后，这8杯水你可以喝1杯2杯，其他的把它撒出去，有没有？你撒一杯出去，84000个恶鬼道就离苦。你在供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升天。所以各位，来，各位把水打开，打开以后，哎，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左手打一个莲花手印，这样叫莲花，然后把水放在莲花上面，然后一开始要净化这个水，要念这3个字，念一下嗡阿哄。各位，你参加大法会，那些大法师在写，就是写这3个字嗡阿哄啊。然后呢，水净化以后，用这个水，像各位这边有佛像，最好观想，如果没有佛像，你要观想啊。各位刚刚听我讲那个故事，供养一杯水
可以超度整个大奇力附近一年之内被吃掉的海鲜水产，你供养这杯水回向给他们，他们超度了。你供养一杯水，刚刚讲了八万四千鬼超度了，你供养一杯水在佛前等于念了100万遍的财神心咒，可以发财，水代表财，等于念了100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可以消业障。在佛前，为什么？佛是无上福田。以前我们供水没有想到这么多，现在你供水回向给人类，它可以发财消业障；回向给动物海鲜，它可以超度；回向给鬼道，它可以升天；回向给地狱，它可以慢慢离苦。所以因为你有大悲心，这一杯水才会变成功德。所以大家跟我念，来念一下，来，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清凉，恶鬼升天，鱼类离苦，人类得乐，众生离苦。嗡阿哄啊！你在念，你要观想，所有佛菩萨都在前面，你代表六道轮回众生，用这一杯水供养诸佛，让六道众生得到水的功德啊！而且水有八德，当你这样念，这个水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一洒出去，他们就不会生病，离开饥渴，升天。然后供养完以后，那各位呢就可以把这个水先布施给现前的鬼道众生。你也用倒数第二支，跟昨天一样，点几滴出去，嗡啊嗡，嗡啊嗡，嗡啊嗡，嗡啊哄啊，这个叫上供三宝，下施众生。然后你要不要喝都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喝。啊，等一下剩下一点点，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开始下施的时候撒一些在树下，好不好？或是那边有水池啊，或是各位你经过别人有水池，我们就给他加这个水，希望这个水变甘露水的意思。所以来再背一次，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嗡啊哄，嗡啊哄，嗡啊哄，然后再下施，嗡啊哄，嗡啊哄，嗡啊哄，然后这个水就变成甘露水了。然后你要自己喝，还是说你在家里拿下来，告诉你儿子孙子啊，去外面撒一撒啊。其中呢，你带去喝，其他撒一撒。那你每天光一个水就供佛，也跟六道众生都结缘，香也一样，花也一样啊，因为。你供过佛，佛就有价值。所以我们华人很喜欢哦，这个水果拿来供佛，再拿下来吃甘露啊，啊！但是不要通通自己吃啊，你至少拿一点点饭、水果丢给小鸟吃，丢给虫吃，啊，那自己再吃就好一点。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你要喝的时候，你还要加观想，师父先喝啊。我们修行人要把师父坐在喉咙，你的师父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可能是某某老和尚，你要观想师父先喝，然后你喝了一口是师父喝，剩下的是师父喝剩下的我才喝啊，这有加持啊。印尼人的习惯，什么饭菜都要师父吃过，他认为吃过了，出家人吃过了，这个有加持，他才要喝。所以各位要了解，供养三宝，下施众生，供养师父，然后自己来喝。喝的时候还有一个想法，没有你在喝，布施给内在的众生喝啊。我们佛经说，我们身体有21000个众生住在里面，你让他喝了，你的器官就会圆满，这个意思。把它背下来，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嗡啊哄，
你在念 Om 的时候，你就观想恶鬼离开即可升天，海鲜水产动物离苦，地狱得到清凉，人类消业障发财，天道也像有甘露水一样，你 Om 那我想不是光水，而是每一种东西都是如此。